大陆，我觉得你可以退出这个游戏，因为我们也可能听不懂你在念些什么东西。世上最奇葩的情人礼，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惊喜。哎，笑疯了！来，哇！你这坐一下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通过电话告知大家的身份。喂，你好。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咱们先来，你是不是啊？我真不是，真不是。那我给你拍吧，我真不是。我相信你不是，你相信我吗？您发誓？我发誓，我可能不是。那我觉得你很危险。等会儿我再想想啊。来嘛。我感觉你有点积极啊。我感觉你有点积极。张大大，我们来。好、嗯。我才不跟你拍，我觉得他是，你知道吗？耍我。哎，可以了吗？我合过了。合过了，跟谁啊？我跟龚子健。子健合过。龚子健是病毒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是病毒人啊？我是觉得他有问题。你有问题。张凯，你有没有照啊？啊？你有照吗？我跟你照。我们俩不是约定好的吗？张一山，一路走好。OPPO 的代言人为了增加 OPPO 手机的使用率，肯定会把病毒手机交给王俊凯。你到底是谁？他在混淆视听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张一山，我们认识5年了。张一山，虽然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就是他们两个包夹张一山，把他骗得头头转，尤其是王俊凯。相信我，一山。哎，那我不是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照，为什么非要找我照呢？没找，那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来吧，我们去再去找一个药水吧，咱们一起，好不好？其他。来。那我怀疑张大大为什么？因为我开始让他合影，他特别乐意。我觉得这前面有玄机。张凯，哎，我们聊聊吧。我不跟你聊，我已经相信你是了。我跟你讲，喂，你这样很没有意思的。好，聊，来，山哥。不是，聊，我觉得，如果你不是，你就跟我合影。那万一你是，可怎么办呀？你知道谁是病毒手机人吗？你都不知道吗？我就是。我来，就我来发言。我说一下，上一轮完之后，我小董还有那个何队长，我们三个是好人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出去，我就跟小董说，小董，我说，如果你是啊，你可以跟我说了，因为我已经被感染了。你为什么被感染了？就如果你是的话，那我解药也没用啊。你是吗？你真不是，你好，真不是。然后我们俩就想到了，可能何穗姐是。凯凯好单纯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套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说我们俩已经被感染了。邓子健，你到底是不是？我们是啊，我们俩都是。他是。你要是不是啊？也许不是，那你。那你就被感染了呀。那你。他就相信了，所以他肯定不是。啊！你要让暗浩然这么分析两种可能，你我何穗对是好人，对是好人，对另外一种，另外一个是张大的张天爱和王大陆，对吧？但我比较倾向王大陆是个坏人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初始，而且我每拍完一张照片，我都喝了一瓶药，所以我是最安全的呀。对，所以说我信你嘛，现在对呀、啊，我自己不是，是吧？我们俩合照吧。我可以把药给你，我有瓶药，这是成立。哦，对，那你可以把药给我，因为只有我是每一次张人都喝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俩拍照嘛。对啊。
不不不不不，节目还没有结束，我报我是病毒合影者，我报我是病毒合影者。我和何穗合到影楼，我和张天也合到影了。现在只有张一山没被感染，你们谁是赶紧，我们一起抓张一山合影就可以了。为啥呀？走，拉着张一山，我们赢了。为什么？一山，一山过来。一山，一山，一山过来。一山，一山。那怎么办？我自己也没被拍，不能露五官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也没被拍呢，所以我不能让大陆知道我没被拍。现在我跟你还有何思成，我们三个都没被拍呢。刚才我们的分析是对的。来，哎，别走，快点，快点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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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挡着你。李佳，我挡着你。来来来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怎么了？你又没手机，我看你们怎么拍啊？我去帮帮我们家小凯凯，我来了！耶！我要混淆视听，其实我没被感染，但是我混了他们的队伍。小子，台下谁没被感染？就他一个人，别绊着他。什么？又要打你们？我不干嘛？别闹了，朋友们，累死哥哥了。是真是，别干你，还是他一个人。你又不，你又帮他？我不帮他了。现在要逮他吗？我现在不动他，我又不帮他，也不害他，我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。这么傻？好热啊，今天。大陆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不是只剩他一个吗？对啊，那我拍你，那你跟我小凯死了吗？对啊，刚刚被他拍了。你之前死了吗？我之前死了。对啊，之前死了被他拍无所谓了。哦，好。看到大陆像看到虫子一样。有。自己给自己给。给卖了，傻孩子，本来演的挺好，你把他扑倒，然后我去帮你拍，我帮你直接合照，不要自拍。哎哎，我们去逮他，我们去逮他吧。对对，张一山，然后小凯帮我拍。不倒他，不倒他，哎，我给你拍，把头弄下来。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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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头弄出来。三三，来来三，二一，一二三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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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了，好了有了有了。累死你们了。小凯，你不是原始是吧？我当然不是。刚才就是为了不跳是吧？对，我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已经被感染了。其实我没有，我刚把大陆的手机拿过来，把他所有视频全删了。你把他扑倒，然后我去帮你拍，我帮你直接合照，不要自拍。我去，全部删掉。啊，你配合一下啊！我只叫王大陆，我来拍。啊，你拍他吗？我来，我拍王大陆一会儿。拍王大陆一会儿。哎哎，喂喂 ，no no no！ 哎，没有啊。再次恭喜正常手机人获得今天的胜利。